们这一次所录制的专辑是《一纸相思》，清河南管指套唱奏。南管指套一般给人的印象呢，都是旋律非常的绵长而深邃，我们可以从其中感受到很多古代的气息。这次我们所选择的这首曲子《一纸相思》，它最晚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，因此无论是在曲词文学还是曲牌旋律方面，都非常的值得大家细细的品味。